好家伙，这看后脑勺也花钱啊。说话说话，不是您先说吗？你先说我是为了带着孩子演个书。是这是头一回锻炼锻炼，在这么大的剧场，嗯，跟他们二位合作，心里特别的上下。我的心情呢还是什么叫上下呀？我是这么教你的吗？您肯定是这么教我的呀，因为咱们都是小学毕业嘛，所以啊是随根儿，不奇怪不奇怪，用出这样的词儿不行，还是挺紧张的。师傅您先说两句，别我上来就说。介绍、你介绍就是你徒弟。对学生尚小菊，今天跨年演出，是好好给大家演一回群口相声。我在大剧场上演的时候我应该是第一次演，对今天大家拭目以待。我不知道会演成什么样，好看与不好看大家担待着听，他还小啊，主要是为了带着孩子演一演玩一玩。对，确实我岁数比较小啊，是是，大家可以看出来未成年。你可别说这个啊，你未成年就算了啊，算了，成年了都结婚了吗？不会啊，是这没有必要隐瞒啊，这没必要。未成年岁数比较小啊，今年20多岁，能有这样的成绩啊，我觉得可以。你有什么成绩了？没有成绩。跟你其实来说这样的机会不多，既然师傅和孙老师愿意给我展现的机会，那就把更多我认为好的东西留在这个舞台之上。好，主要是奉献给观众啊，奉献给大家。看看你有什么能耐啊。大家来说啊，可能刚才我也演唱了一些个那个我要去桂林啊，但是来说我觉得这种歌就是开玩笑，真正来说有实力的我想给大家再多唱几首，多唱几首歌啊。好，你师傅就爱唱。哎，谢谢。你师傅就好唱啊。五环，但是你得唱的好的啊。五环啊，五环吧，我要跟你抢。师傅饭碗砸了啊！五环不能，那他唱，因为师傅除了五环，得给师傅留饭呀。啊，不会别的了，不会别的。留，这都是你教出来的，是吧？不开心，别瞎说啊！我新编的六环你还没听呢。这不叫能耐知道吗？没有想到现在还下了四公了啊，那是非常好。我唱的那些歌我想就你们，咱毕竟是岁数代沟，今年我师父40多，他50多。谁50多？你老急什么？废话，我怎么就我40多我都没着急，我怎么就50多了？我岁数，孩子你就别瞎说啊，给你机会展现，大家爱看这是好事，知道吗？是好事。上来就胡说八道，我40多，我是40多吗？我刚18岁，他50多是真的，爷啊，我这没有弄清啊，没有弄清，哇！哎，要点脸，俩人嘿，都要点脸，你哪你像18的吗？你像死了18年的，你像？你哪那么多废话？你不带着孩子，你让他说，好好说，好好说，干嘛呀？你跟我们爷俩要点脸，要点脸，我们爷俩要脸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真的是可以。也是，气死你！就是习惯了，哎，就那么自然，知道吗？就那么自然。这就不爱提难受这个。确实岁数小，是吧？是。我唱的歌你们俩都没听过。我这话我不爱听，这话我不爱听。我在后台，我是最，我除了张云雷，我是最棒的。你看心里没底。啊，你没必要啊，没必要这样啊！没说的就怂了，知道吗？最棒的啊，你是最棒的，很尴尬啊，很尴尬。不是，你这话确实说的大啊！你师傅听的歌儿多，他听的是，但听他都是老歌。我们现在先 TFBOY， 我们的做手就是我们都这些了，你肯定没有听过。所以我唱一个现在比较新的一首歌曲啊，什么歌？你们俩顺便就学习一下。好，我学习一下，好吧？学习一下。哎，这不较劲吗？可能还学习一下。哎，主要是你啊，主要是你。你看还有针对性，我了解他啊，就3首歌，喂，就会3首，超不过3首。对了，真是唱吧，宝贝儿，来，哎，那是有点过分，他那是哪一弄？头一首你们就没听过，稳一稳，气气，谢谢啊，谢谢，不要再喊了，我心情有点不好啊。能怎么样？是不能怎样啊，就非常单纯的不好啊。对，就是病秧子，是，感觉啊，行，我听的什么新歌？哇，真的有点抢你的风头，确实有点。等一下，你还有我抢？真是的，你是不是就受我？赶紧唱吧，别那么多废话。你是不是我这都经历过了？你看，每一天都在
徘徊孤单中坚强，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，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。大爷，哪儿的事儿哪儿的事儿，不是隐形的翅膀吗？张韶涵，你唱的是腾格尔的版本。腾格尔唱的，没我不会的。这有什么呀？这最近的日不落你听了吗？我没有听。好，哇，真行。我要给你日不落的。这一般人来不了。那是，那你师傅知道多。可以啊，这知道，那难免。嗯、我给两位一个面子，好吧？啊，给我面子。你的主场嘛，是岳云鹏、孙越相声专场，是不是？你说我上来就给你们，你不会呀、啊？那不行，知道吧？给个面子，再唱就不会了。行行行，再唱就不会了。OK，OK、okay, okay。这勺肯定没有听过、哎哎哎，搞得我们俩还不要脸似的，跟。去你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啊，没搂，对不起啊，没搂住啊，顺手就说出来、啊。你别得罪我们的观众啊，我们就这点人了，现在啊，就这么点观众了啊。瞧着张云连、啊，我们俩能哭了。谢谢。好好唱啊，好。你来，我们俩不会的。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，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，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，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，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，对你我来讲已经足够。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，只愿你的睡意有个我。哎，咱们爷俩合作挺好的啊，要不你上后台歇会儿好不好？好多余呀、啊！我发现好什么好多余？评剧吗？这不是我能不会吗？我你师傅指这火一辈子了，知道吗？啊，好啊，好，再给什么玩意儿？你还舔着脸跟这唱着呢？再给你们一个面子，好行行行，叱咤风云那么多年，多少懂一点。第三个，来，我都给两个面子了。哎呦呦呦，废话啊！再来一个啊！这你肯定没听过，这个吧？你来，我们俩就不会，不没听过，你知道吗？来，好的。哎，这我没听过，这是歌吗？这好啊，好，再唱一好嗨哟，这我都不唱，知道吗？哦，原来打算唱这个来的，原来确实打算唱这个，知道吗？我重新再编一个。他要抽着过三段，我是茄子，我告诉你。我是一张弓，战死一棵松、哎、行了，不动不要坐如钟，走路一阵风，南拳和北腿嘿杀六当弓，哈太极八卦连环掌，中华有神功，吼哈。你教徒弟是不是没打疫苗啊？孙老师，这首歌对你来说就是耻辱。中国我是一张弓，你可以吗？就第二句可以，战似一棵松。您甭说这个啊！怎么了？您这孩子什么玩意儿的？行了，这你唱的什么玩意儿？行了，别说了。这什么歌？多老的歌啊！中国功夫嘛，屠洪刚有这歌还没你呢，知道吗？你们俩疯了，你们俩。疯了！你们俩疯了！你他疯了！谁疯了？谁疯了？你是他他，我没有，我没说没说您怎么了？你们是你们的专场，就说带着我表演一下干嘛呀？我唱一会唱一会，我都给你们两个面子了，就不能给我一个面子吗？不能！咱们台下不说好的吗？就是说鼓励鼓励我，当这么多人带带我干嘛呀？唱一会唱一会、啊。我们是想带带你，那不有必要吗？不是有必要吗？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知道你们俩好，你们俩优秀，那。没必要挤兑我呀，不是我就挤兑你了，怎么了？脾气怎么那么大呀、啊？那么大脾气呢？这么大孩子，我不是有脾气，咱台下就说好。个儿小的可能脾气都大。干嘛呀？唱一会唱一会。我是那守信用的人吗？哎，
好，真的，就跟你较劲了，怎么了？这都怎么教徒弟的？我竟无言以对、啊、上来就说大话，唱一个我们不会，唱一个我们不会，哪首歌我不会？真是啊，干什么呢你？什么玩意儿？行，哎，行，有这么当徒弟的？好，还有，哎，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高潮。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。你到达了疯癫了，你有点。会吗？会吗？好嗨哦！哎呦！好啊，今儿我算是挂了。有病吧这孩子？这孩子有一个正经玩意儿吗？别说了，是给我们丢人家劲儿。别说了好吗？什么的？你们不是觉得优秀？你们说，我不说了，行吗？我就上来一会儿，我够了，我走不就完了？行，走走走，我走行吗？走，我 走哪儿去？你们俩演呗，我走了，行吗？我走了。哎，不是，干嘛呀？再见，哎、走了。你过来干嘛呀？你告诉我，就是你惹的祸，知道吗？没有你坏不了事儿，老是你在后边拱气儿。干嘛呀？你们家这孩子有病是怎么着？你才发现啊？好家伙，真不容易当家大人。怎么了？你干嘛走啊？对呀、啊，怎么没听清？耳朵怎么窜稀了？大姐走啊！我跟他说走了。孩子说话怎么这么气人呢？我这俩就走了。不是你还见不走？你还见不见我们俩了以后？走了就不见了，就不见。下次再见就是给你烧纸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不，我你怎么这么棒呢？怎么？我特意把您搁出去了，师傅啊，给您烧纸。一门混蛋，这是。2018您可能过不去了。什么过不去？你过不去了。怎么了？你这意思说再也不见我这面了是吧？不见了，打今儿走不见了。走了我就不见了。你说的哈。对，不见了是吧？不见了。给我脱了。干什么？脱了。干什么？给我脱了。哎，脱了。没这才几点？几点？就八五。你等会儿，你忍一会儿行不行？没忍。咱们下去去。你忍。下去。你忍，你加一会儿。你把这还我。干什么？把味还我。怎么了？你还我。怎么了？我穿着呗。什么？你怎么挺合身的？怎么了？干什么？这刚几点？你扒他衣服干什么？你等会儿。我们这孩子混到现在容易吗？您我是那意，你家这什么思维方式的都？怎么了？啊，不是，真的是，我还是个孩子。不是，真的吗？上来就拖，你跟我商量商量啊！我跟你商量着吗？我你哪一句话？我拿我自己东西，我跟你商量什么？我，你把这马褂还我，你给我脱了。你老要人马褂干什么？那我的。你先等一会儿，先别着急，马褂是你的。你瞧瞧，那能是他穿的吗？你瞧那样，我们孩子穿的挺合适的呀。你。这叫合适啊？怎么？我觉得很宽松啊！别着急，我来问，我来问。我这走，你还给我。上小菊，过来，过来，踏踏实实了啊！我问你，这马褂谁的？好看吗？我就问好看吗？好看，确实好看。谢谢，那就完了啊，那就完了。不是，跟好看没关系，是谁的？这马褂是谁的？是穿我身上吗？就穿我身上了吗？穿你身上不行，是谁的？他的、啊、脱下来还给人家啊？凭什么？哎，你问他凭什么？你还挺横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对你问凭什么？凭什么还给他？人家的东西你得还人家呀。他弄坏了呢？我撕你也管不着啊。他弄脏了怎么办呢？我扔地上你管着吗？不还。我还给他，再说你别，你先别着急行不行？你是不是有情绪呀你？你别着急行不行？不着急，你说，我听我说、啊。他说我呢？我穿这马褂，我不白穿。你给我钱了是怎么着？不，你给我月钱了是怎么着？你别着急，我真的不白穿。是这样啊？你说，我慢慢跟您说、啊，我为什么非得穿一马褂呢？啊，我们同学聚会蹦迪必须穿马褂。这什么聚会啊？这是？哎哎，主题马褂迪，
马褂低，马褂低，哎，不穿马褂不让去。行，可以。我没有，你知道咱家里条件，师娘管得紧，买个马褂，您给我买马褂不可能。是是，我也不可能，对吧？是，咱家里财迷，我告诉你。但是没有马褂我去不了。我一想，哎，孙悦他们家有一个。有一马褂，我说得了，我去人家借去吧。可以借，我那天就去了。啊，我去巧了，孙悦没在家。孙悦没在，这是难免有出。孙悦，您在呢？啊，那天他母亲过生日。你行了，行了。您在呢？干嘛呢？爷儿俩这个。我一看，确实有点尴尬。我说我等会儿再来，师傅您先忙。是吧，我就走了。过了一会儿呢，我一看我师傅，哎，走了，我再去。我说那个好孩子，哎，谢谢，这方面我懂得比较多。不耽误事儿。我说那个孙夫人您好，我说那小菊，哎，小菊我认识，别跟我这么客气，来进来。我说不就在这儿，寡妇门前是非多，我就不进去了。你这什么话，这叫你别老拦着孩子说话，别着急。我说是这样，我有一个同学聚会蹦迪啊，马褂迪必须穿这个马褂，我没有，我知道孙老师有一件，能不能借我先穿一下啊？没问题，我给你拿去。说完话人回屋就给我拿出来了。我拿着我就赶紧走吧。哎，别坐，有个事儿我要交代你，穿你不能白穿。是这样啊，孙烨，我知道你们俩老在一块儿，他经常在外边说话云山雾罩，对，招三不招两，前后对不上。没错没错，最后让别人一问住了，哎呦，那脸掉地上了，显得没有面子，你知道吗？在外头不敢横，回来直跟我横，我一娘们唧唧，我跟他我干不过他呀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来说，以后再出现这种问题，万一他话说的太大了，你呀帮着往圆了说。哎，要是这么说的话，师傅，这个马褂我是不是不白穿？不白穿，不白穿，孩子不白穿，啊，说的有道理。嗯，你这个人呢，你在外面说，躲开，还有道理？不是，你什么意思？啊？哎，谁胡说八道呢？没在家。云山雾罩啊！我师傅在家呢。你甭说这个。啊？怎么了？非我们俩打起来，你高兴是吧？打不起来。好，还有，就什么的？你甭管啊。不是你没有你怎么说话的，知道吗？说走就走干嘛？你这你刚才脾气好啊，你刚才上来就拖我。废话，我知道你回不回来了。那是的，那我能跟你好好说话？废话，不是你什么意思？不是你先走不走吧？你走不走吧？现在？你要让我穿，我就不走。你要让我穿，我就不走。行，我今儿不穿。那我先穿着。你行吧，先穿一万年。穿多少？一万年。一万？你拿它当龟壳了是怎么着？那你说吧。啊，一万年等不了。那你说。我这么着吧，嗯啊。明儿回北京，你后天给我送家去。后天别后天了。嗯，半年。半年你看行吗？明天。后天。明天中午12点。后天晚上。12点半。12:40。35。36。二位，一分钟就算了啊！35，一分钟就算了。36。36。37哦，你是不是傻呀？啊，刚才后天的时候答应多好。哦，这个我没有想到。那后天就后天。你等会儿，穿着呢。不是，你别废话呀，啊！不是，你过来，咱俩这么些年关系了，你能信他的话呀？啊，我平时跟你聊天，我是云山雾罩吗？有点。谁有点？我那都是有凭有据，那都是。有什么凭据？废话，什么凭据？你没有这么说话的，你听他的呢。谁云山雾罩？不，但是你们俩说什么意思？上我们家干嘛去了？啊？我们偶尔去，不是常去。不是，我就说你这人，我是不经常回家，是不是？对，那你也不能老去啊，对不对？你甭管了。不是你不知道，就是我为什么不爱回家呢？那我有原因，是不是？我回家，我看见我媳妇难受。你看你媳妇难受，我怎么不干？难受，说完你难受了，是吗？对，我真这么说吧，我不怕家丑不怕外扬了，跟你这么说。家丑不可外扬，什么事儿？你给我说说。反正今天最后一天啊，今天说完了，爽个年签片儿，先翻篇了。对了，好，我都不这么想了。好啊，行吧。好，我呀，
结婚好几年啊，我才发现我媳妇儿啊变性人。你媳妇儿变性人？你看她比我还激动呢，你看。不可能。什么叫不可能？他就是这事儿不可能。我他就是你什么？你不信是吗？我不信呐！不，你不信你问去。我问谁呀、啊？你问，嗯，问他。这是他知道。对，问你徒弟去。过来。哎，我问你，孙悦的媳妇你熟吧？这，哎，这叫什么话？这您更熟吧？对，是知道熟。但是孙悦的媳妇是变性人，这事你知道吗？你困了？哎。你怎么到点该睡了？你这胡说八道！你给我脱了，哎，脱了！怎么了？脱了！怎么不说好后天吗？什么后天？怎么老脱人家衣服？废话！您说怎么了？你说怎么了？我媳妇变性人的事你不知道？您等会儿啊，不是这话是他说的。我说的。他说的。没有。有！告诉你师傅啊，有，让他后悔去啊！有！嚯，这马棍这么大魅力！呀，是这个是。我能云山雾罩。他媳妇变性人，给我说说这事。变性人。孙悦结婚了，对，啊，媳妇儿变性人啊，师傅，我想到您肯定比我聪明，对这个话题更感兴趣，没错，变性人，对，你想一想，为什么是变性人？想明白了，告诉我，好不好？你想一想，好，拿我当傻子了？我问你怎么回事？问我，我得解释，我知道，啊，我知道变性人，他媳妇儿首先咱保证啊，嗯。肯定是个人。那当然，肯定是个人。嗯，变性人他媳妇儿想到了，原来他结婚那会儿啊，嗯，他媳妇儿特别苗条，嗯，特别，后来胖了，嗯，后来，所以他媳妇儿是个变形人。我明白了，哎，有道理吧？这个回答合理啊。对，你媳妇原来是个瘦子，后来变胖，你媳妇是个变形人。不是，你媳妇变形金刚呢还？变性人。哦，不对啊，谁变形？哎，变形不对，变性人，不是变形人，啊，变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知道，说知道，这是我知道，你知道，是这样，他媳妇儿结婚了以后，俩人感情特别好，嗯，他媳妇特别爱他，俩人每天腻在一起，然后后来才分的，他一个人就够腻的，嗯，够腻，后来呢，他媳妇变心了。因为你变心了，所以他媳妇是个变心人。这个好的，谢。你媳妇后来因为我，去，又没有成功。说的你心缝里了是吧？变性，哎，变性人，怎么回事？他媳妇，首先是他有媳妇，他就有丈母娘。对，有丈母娘，嗯，有一个。老丈人，对，老丈人有吧？有老丈人后来就死了，哎呦，老丈人死了，嗯，那丈母娘对老丈人那感情深呢，是啊，就改嫁了，改嫁了呢，感情深还改嫁了啊？感情深改得慢一点，说改嫁了以后呢，然后这个他媳妇儿啊，原来姓什么？原来姓王，对，他媳妇儿原来姓王，因为他妈改嫁了以后嫁给一个姓张的，所以他媳妇儿是一个变性人。哎，我明白了，你媳妇儿有一个丈母娘，也有一个老丈人，你后来那老丈人死了，他跟着你媳妇儿改嫁了，原来姓王，后来改姓张，变性人。啊，对，我就生气在这儿，你结婚这么些年，你不告诉我原不原姓，我生气在这儿，你知道吗？这我不在乎啊，就我在乎，可能是，你那不就是？行，孩子啊，您是不是有点过分呐？没，我人说话就是爱抄劲儿，你抄劲儿，我绕远了，知道吗？行，这是我这穿一万年，别一万年干嘛？你、啊、别太多了，你听我的啊。啊，嗯，穿仨月去，先穿仨月，四个月吧。干嘛四个月还得？四个月比仨月多一个月。我脑子还没转过来，你看。那我先穿着。好吧，行，注意点啊，你别脏。我注意。这什么呀？这脏。我注意这。还有奶嘎巴的呢。没有，我注意着呢，注意。好好。干嘛呢？好孩子。干嘛？我跟师傅聊会儿天。别聊了。差不多了，不，这早着呢，这离跨年还早着呢。孙老师，就喜欢跟您聊天。我也喜欢聊天，是吧？变性人，原来姓王，后来姓张。你说我这么大家业，你想想，
我最起码我媳妇真名真姓我得知道吧，是是是，对不对？要不我这些钱你说我给人都不知道，人改一身份证改一户口，这钱骗走怎么办？对对对对，再说我不是因为这马褂，是不是、就这个马褂家里一万多件知道吗？哟，那么多件，那顶棚挂的都是马褂，哎呦，夏天是吹风都拿马褂扇，你看又来了啊，有的是家里的。但是我这么趁钱，他说玩什么不行，咱不在乎这啊啊，每天你说我出去不回家我有事儿，我忙最近，因为你想我跟于老师关系好，知道于谦，对对，就那个卷那个啊啊，于谦，我跟他关系好，因为他那个好玩的东西多，我得跟人学习，我也好玩，因为咱们都不差钱，是吧？是不差钱，对对。于老师不是现在有一什么什么就叫什么大千马主群？对，马术群，就马就是集合一帮这个大腕什么的，对，就是赛马，赛马，我参加这个，是不是？您我因为他们都说我骑不了，我就较劲。你也跑马？那什么叫跑马？这是不是我也喜欢这赛马啊，知道吗？因为入这个群有标准啊，一般人入不进去，这群就十个人，十个人，得手里得有钱啊，你还得有马。嘿，这你还得懂这个，嗯嗯，也就因为这个，我得买匹马，知道吗？买就得买马，因为我这个身上，你想买马，可能是就是欺负马的，可能是哈。确实，骑一会儿就变骆驼了。是，我这人我就国产马，我可能是不行了。嗯嗯，完了，我就香港不是马会吗？赛马，有，我瞧马会，哎，赛完马，这马跑第一，我就买这个。我告诉说出这马的，你听这马，这就是给我预备的，是不是？你想这马，大白马，嗯。一根杂毛没有，大白马就这马啊，高啊，1.8米，高1.8米，对，我天哪，完了这马长1.8米，高1.8米，长1.8米，对了，你看这马宽吗？20，这是个什么？这是个棺材吗？这什么叫棺材？就这大白马，外国种，没见过吧？外国种啊，好几百万，知道吗？这马，我天哪。买回来啊，天天骑着啊啊，上于老那儿显摆去。大千马主群那九个人全傻眼，没瞧见过这马。哎呵，瞧见了吗？哎，我这说实话，这我也是，哎，说着说着，咱说烦心啊，这马，哎，没法说。怎么了？你说这个人啊，就是你膨胀到一定程度就倒霉。就我这马，我说前日子可惜了。怎么了？就这马啊。掉茶碗里淹死了。什么茶碗啊？这马挂没睡醒呢吧？你等马，对，高1.8米，长1.8米、啊、宽20，对，掉茶碗里淹死，掉茶碗里淹死了，连淹带烫，你死去吧你，哪有这事儿？不是你什么？你不信、啊、我不信呐。你不信你问去。问谁呀、啊、你问他呀，这事他知道。对、啊、哎，小徐来了新课题了，来新课题了啊！有这么一匹大马啊，高1.8米，长1.8米，宽20，掉茶碗里淹死了。我的天哪，真有意思！好好，你困了，又困了。我怎么老困呢？你困了，你困。我突然要走，你困。仨月吗？仨月。仨月干什么？3分钟都不行。怎么了又？不是我那大白马啊，高1.8米，长1.8米，宽20，掉茶碗里淹死，你不知道？哦，你不知道啊？你不知道？这话是他说的？没有。有。这事儿也有，有啊，来，宝贝儿，我听听，我听听怎么回事。啊、我能无山无照，掉茶碗里淹死了，来讲讲来。茶碗里淹死了，很神奇啊，嗯，很神奇。他这个马是这样，他这个马不是大马，小马，哎，小海马，那么小海马，哎，就那小海马。小海马掉茶碗里淹死了，不是，我不用问，不对，是什么？大白马，高1.8米，宽1.8米，他买的那匹。大白马，对，一根杂毛都没有。对，大白马，大白马买回来以后，他就玩马啊，他就玩就是骑。你想，马让他骑受罪啊啊！骑的没有多久，马真的受不了了，就掉茶碗里淹死了。合理吧？你去死吧你！马累了，自动掉茶碗里淹死了。不是，不是这样啊，肯定不是。因为他这个，他确实喜欢那马，确实够大，确实没事就骑着玩，去哪都骑着，出去玩遛弯啥，骑着马去，是吧？出去买冰棍，骑着马去，你知道吗？买冰棍骑马去啊？哎，回来都化了，你知道吗？骑着马，你知道吗？买什么都骑着马去，骑着马上高速，呱呱呱，郭德纲，就骑着，你知道吗？就上高速。哎，上高速你知道吗？他那马呀有那个 ETC， 是吧？
有那个 ETC。马还有 ETC？ 特意给马办了一个 ETC。哦。那天跑的时间太长了，这马可能太累了。怎么？看前面有一个泳池啊，这马寻思，哎，跳进去洗个澡啊，涂点沐浴露，什么大宝抹一抹啊，是吧？进去洗个澡，没想到水太深了，这个马不会游泳，在这个浴池里淹死了。后来一打听，你猜怎么着啊？这个浴池叫茶碗浴池。哎，这个解释合理。当然，这个马，你是不是傻呀你？你是不是傻呀你？我说你呢。不不不，浴池能喝茶吗？啊，茶碗，茶碗，盖碗就这么大，就喝茶的小碗，茶碗，就是，不是不是那个茶碗浴池，就是喝茶的碗，小茶碗。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来来，快点。那个他是爱奇，嗯，爱奇逮谁跟谁显摆，我这马多好看，多好看。后来身边没有多少朋友，说这跟谁显摆去呢？嗯，想到了于老师，嗯，于老师，于谦于老师爱玩啊，啊，骑着马叭叭就找于老师的。于老那天在家正逗这个蝈蝈呢。斗蝈蝈，哎，斗蝈蝈呢？于老那蝈蝈好看，湛青碧绿，特别好看。当时孙老师一眼就看上了，孙老当然又一只眼，就一只眼，啊，这眼让马踢坏了，啊，一眼就看上了，我喜欢。哦，一眼就看上，就是一只眼看上了，对对对对，哦，一眼就看，我喜欢。哎，于老，这蝈蝈给我，于老就去死吧你，去死哪儿我就给你，这蝈蝈我新得的，知道吗？多少钱都不卖，我喜欢，我喜欢的东西必须要得到，你去我家。好吧，你看着什么拿我给你换，我不用不用不用。于老师一抬头，正好看见孙老这大白马。嗯，哎呦，这马好看啊！咱这么着，一物换一物，你看怎么着？他呀，大手大脚换，行，给你，把那马就给于老师，这蝈蝈就换到手了。拿着蝈蝈开心，哎，请人喝茶就被显摆这个蝈蝈，他头一回玩。没玩过这蝈蝈，放在那儿以后，蝈蝈它自己不出来，它得过一过那凉风，它不出来它就吹，就吹，在茶馆那蝈蝈就惊了，噔一下就蹦出来了，坏了，正好掉那个茶碗里，刚沏的茶呀，这蝈在这嗡嗡嗡就给烫死，就给烫死了，烫死，哎，你想啊，你大白马，哎，你别着急呀。你别着急啊！你别着急，你有事啊？你有事你先走，啊，这个这是这样，然后再对了，这蝈蝈怎么来的？蝈蝈是用这个大白马换的，所以这蝈蝈掉这个茶碗里淹死了，不如同这个大白马掉这茶碗里淹死了是一样的吗？是不是这么回事？怎么样？是不是这么回事？看给我们孩子急的，那活该他！来来来，宝贝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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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看看。哎呦，行行行，我穿一万年不过分吧？不过分。不过分，行吧，你死了我再给你烧一点啊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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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穿着穿着，我穿着啥？哎，不喜欢上家换去，家里还有绿的呢，没事啊，上家换去啊。绿的你穿呗。我穿不了了啊。行，辛苦辛苦，今儿没你还真吓人，是吧？你说话注意点，你放心放心，别老想到哪儿去。我真是想你出去出嘛。行了，你俩别聊了，行了，我就喜欢跟您聊。你我也来来来来，这是这。哎，就那蝈蝈啊，小蝈蝈是吗？湛青碧绿，北京养的玩这个。嘿，自打拿着蝈蝈，我就喜欢上这冬虫、鸣虫了啊。每年这个一立秋，豆蛐蛐知道吗？啊，我好这个。山东蛐蛐好，过去得买，好蛐蛐好几万一条，知道吗？打架那个赢钱，但是后来说实话啊，我人肯定是有点钱，就是花巨资买了一好蛐蛐啊啊！我一说你都没见过这蛐蛐。什么样？我跟你说，这蛐蛐啊，这蛐蛐俩须子看了吗？啊，跟那电线杆子似的。俩须子跟电线杆子似的。对，我天哪！你看那脑袋啊，就跟这剧场这么大，脑袋跟剧场那么大。这身子跟十四节火车似的，那眼睛探照灯似的。就这蛐蛐，花一分钱买根小线就给拴回来了。好家伙，掐死一万多个蛐蛐，知道吗？您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别说，太不可能了，太不可能了！不是你什么意思？我不相信。你不信呐？啊，你问去。他知道。他知道啊。哎，孩子，我问你，啊、有这么一个蛐蛐。胡说八道。哎，那个靴子跟电线杆子似的。没听说过。脑子跟锯齿一样的。满嘴喷粪。眼睛跟探照灯似的。不可能。这事儿他说的。他说的也不可能。这我说的。我不穿了。你都不穿了。